告诉大家 C 位应该做什么，你要让所有人都变成 C 位，你要让所有人都去做到队长该去做的事情，让大家都为这个团去付出，那么这个团才叫团，不是仅仅只有队长，就是队长没有办法把所有人连接起来，只有所有人想连接的时候，队长才能去做那个最后的扣子而已。我坚信我们一定会开创新的男团标准。对面的兄弟们，我来了。我现在当时你幻想的未来里，这个狂热和我们的男团早已冷却起航了。我们远不止于此，我们的旅程也才刚刚开始。我一定要跟这个团体一起冲下去，我相信，我也坚定，我们一定可以做到最好。大仁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，我们的时代开始了。相信中国最强男团会从今天开始走向第一步。首先我很感谢大家帮助我在创造营里面获得第一名，但我个人认为6月9号6月8号结束的那天，我们没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我们是一个整体。为这个团队去做我该做的 offer team， 所有都为团队也照顾好，因为我的身体肯定不是我自己的，不能那么自私，如果我垮了的话就会给团队带去负担，是这个意思。本届超新星运动会谁是你心中的 MVP？ MVP Rise 啊， Rise 是 MVP。 所以不管哪一项我们都要把 Rise 的优秀给展现出来。没关系，这个只要是 Rise 就行了。赵阳还有赵让，就是在临走之前有过来跟我说嘛，就是说寻求我的帮助，说他们 Rise 到现在一块金牌都没拿到。然后举着我们 Rise 的闪电的那个 logo， 其实就是想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一体的。他都没有说再把我们当成是一个个体来看，而是 Rise 的整体。从那一瞬间开始才叫做 Rise， 这不是一个人说了算，这个团就是我唯一的一个团。我希望我们一起商量商量，然后再次启程。我们十一个人是互相彼此很信任，我们所有人都想的都是我们一起去面对它，一起去解决它。我们是一个队的，所以确实输赢我们都得共同承担。我就觉得这个还好吧，都常有的。那比如我要是随便一个，那是不是他也还得承担我的问题，对吧？这个一样的道理。在 Rise 可能某些情况出现的时候，我第一想的不是说这个事情不发生在我身上，而是我的第一反应或者其他兄弟的第一反应就是马上去问你怎么样，你的心理状态怎么样，还有你能不能行。所以真的非常感谢身边的兄弟，我觉得人生当中应该很少再会遇到第二次。嗯，爱你，么么哒。哎呀，啪一打开赵让踩后背。这个地方也是想澄清一下，为什么要踩人豪啊？但其实这个人豪自己主动提出来，想要达到那个效果，底下这个人应该是很给劲儿，所以他自己主动上来踩我，然后就出了现在这个效果。尽量给他单人的，单人组给的要求就是 solo 必须得一个人自己，是吗？前面要一个人。对，我其实挺生气的，说 Kingdom Park 的话，这一段山路只有我跪在中间的时候，兄弟们也在旁边，他们又不是站着，他们也是陪着我一起在做这些动作。那既然他们在做，为什么不带上他？我们是一体的 ，Rise， we are Rise。Rise 是不锈钢，爆炸性思维吧，兄弟们。当你其实一个人被大家喜欢，和你一个团体被大家喜欢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。这是我成为 RSE 一员的第一天，未来2年之内肯定都是要努力的，因为要跟上大家的步伐。我自己团里的小宅嘛，小宅当时舞蹈，因为他是最晚开始学习舞蹈的人，然后小宅真的每天觉也不睡就练舞。我记得我2年前说过，我跟你们保证过，我说我会用努力成就舞台，用实力不负期待。这个团体
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可以弥补每一个人的一些缺陷。嗯，如果说 Rise 啊，要办场演唱会，几年以后，我觉得没有一个人不同意聚起来的。那我聊这你做过我们都没做过的事就行。AK 就不用说了 ，AK 总是让我想起我的团员张元奇。AK 他是一个 rap 很有自己个人角度的一个人，但是他愿意为了团去先收一下，我觉得这就是付出啊。那我有个问题，是 rap 的成员。你怎么还在那？这么久，什么字这么长？十一个闪电，好，来，这究竟是一个什么字呢？各位一起用一个动作来给大家展示一下，好不好？哦，这还可以展示出来的哦。嗯，来，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三二一，洛洛写的一个字，哇哦。我们十一个人，因为可能一些其他工作的原因，大家都比较忙，没有什么时间。但是所有人来到这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通宵的排练。昨天，豪哥真的是几乎没有睡过觉。佳佳也是，佳佳对，佳佳也是刚刚考完试就过来，所以，我觉得这个不叫努力，只是我们真的很重视。